成功，拿到金牌。哎，这里视野好，空气又没有怪味道，又有现成的办公桌椅，我们弄台电脑就可以开工了。啊，你也喜欢了，那就跟房东签约啊，就约楼下咖啡厅，我刚好可以喝杯咖啡。嘿嘿，我今天不喝咖啡，喝这个。是什么？佳丽帮我煮的人参茶呀。哎，而且帮你煮茶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幸福。哎，难得帮我煮一次茶就煮坏了，真是。不过还挺感动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呀，你赶紧成家吧，有个老婆照顾你多好啊！我都这么老了，我还成什么家？你话不能这样讲啊！哎，你看像宝叔，单身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才碰到林太太。可是我，你什么你呀？又要拿你妹妹当借口了？啊，说什么要照顾我老妹？如萍已经30岁了，还要你照顾我？你再不成家，佳丽就要把你征友了。其实我是有认识一个还不错的女孩子。真假的？你怎么不讲啊？带她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认识归认识，我又没说要跟她交往。她是真的还不错了，也对我很好。那你干嘛不行动呢？因为我年纪大他很多，要是真的在一起，他以后照顾我就辛苦了，我还要常常把头发染黑，盖住我的白头发，这样很花钱的。是什么烂理由啊？我看你是不敢吧。他如果喜欢你，那年纪就不是问题了。我看你一定又自己闷着头在下决定，对不对？喜欢上你的女人呐，一定很辛苦。说不定啊，他半夜还常常偷哭嘞。会这样子吗？当然会啊，女人是水做的，一难过就会流眼泪啊。如果你让女人流眼泪啊，那真是太过分啊。我们现在要开新餐厅了，要不然我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你。就是嘛，我也希望诚心哥能早点带我来啊。是不是每次吃饭都自己来，也不带天天来？天天又不是外人。对嘛。好，都是我不好。来，我现在啊就郑重为你们介绍这位天天小姐，是我的秘书。她不只是我的员工，她也是我的朋友。哪一种朋友？说清楚啊。哎呀，金喜啊，你不要吵吴叔叔要吃饭了。金奶奶，我是天天。奶奶，我在这里啦。哎呀，你看看你们年纪都差不多，我认错人了，老花眼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对不起了。来来，
吃饭了，吃饭。吃饭了，吃饭。坐坐坐坐坐。坐那里。妈。来来来，啊，吃了。陈信，你刚才没说完，是怎么样的朋友啊？哦，就是那种很给力的朋友，跟金牌一样，帮我很多忙，很多。无聊，我还以为是女朋友呢。怎么可能？刚刚伯母就说了，天天还是小女生呢。啊，吴叔，那你什么时候要带女朋友来我们家？金妞。不可以没有礼貌啊！也对，你吴叔叔啊，已经单身四十几年了，他习惯了，我们不要随便改变他的习惯。哎，导师天天呢？你的这个年纪可以交男朋友了，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？我还有人要来呀、啊？没有，都到了。哎，伯母，吃菜。天天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介绍哦。不能随便介绍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女孩子要注意啊。有些人平常看起来很正常，可是私底下，吃喝嫖赌什么都来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哎对，哎，吴叔叔说的没错啊，你们女孩子要注意啊。吴叔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可以先交个朋友啊，到时候要不要在一起，就看合不合得来喽。也对，对。天天姐，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人啊？我喜欢，可以说吗？说啊，说啊！我喜欢年纪比较大、成熟、有男人味、做事认真负责，就算失败了也很快就站起来的那一种。好像已经有特定的对象了。有吗？有。有哎。可是我喜欢这种男人，这种男人不见得喜欢我。不会啦，除非那个人瞎了。哎，缘分这种事情啊，它不能急呀、啊。缘分一到啊，那个红线一牵呐、啊，哎呦，绑在一块儿，想分都分不开啊。不急，不急啊。不急，不能急。来，金牌，没有汤啊？啊，有，马上来。啊，嗯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好，来，先给奶奶盛一碗。好。